不需要神之眼就可以驱动元素力，你是个例外。例外是永恒的敌人。我会将你弃进神像里。你是离永恒相去最远之人，我很感兴趣。该结束了。拒收并蓄，我会将你不用铸就成永恒的基石。闲人勿扰。雷光所照，永恒之土。太慢了，晚雷归赠。别妨碍我，安如磐石，此乃天道，悲鸣吧。不稳定的因素，这里必须清除。无能，这里无能，这里无能，漱口。黄信，太慢了，能够直面雷电的微光，这一点值得赞赏。将他纳入演兽令，下次见面我会再斩一刀。